条鱼是 she bass 是吧？十六寸以下美国这个规定呢是不能拿的啊。这条鱼是20/21，所以这种鱼呢，野生的哈，这个16英寸以下哈，是绝对不能拿的，啊，这个它们一般生活在120英尺左右。我现在拿下的这一片哈，准备是干煎的。鱼头呢哈，准备做一个鱼头汤。现在美国人也知道这个鱼头哈可以做素，可以做汤。这个鱼呢拿下来了哈，把刺一去掉啊，是干煎的。那一半呢准备是清蒸。蒜瓣肉非常的 Q， 做好来的技巧呢，就是不要用这个自来水这个水去洗啊，内脏不要，最好不要拿出来，这样你放半年的哈，跟刚出水的新鲜的鱼的清蒸哈，味道没有什么差别啊。这个鱼呢是老美各族鱼，包括中国人哈最爱的。像他这样啊，半年以后啊，这个你再吃哈，你记住啊，放一些黑胡椒，是吧？少放一点盐，啊，好了，完了以后呢，我就放在锅里啊，5分钟左右，是吧？这个鱼已经好了，啊，我们可以出锅了。这种鱼呢，蒜瓣肉非常的嫩。啊，不管你是清蒸、干煎，是吧？都好吃啊。这个是被公认的啊，因为它6个月，你只要不要用洗净废洗，直接放在冰箱里边拿出来，还跟新鲜的一样，是吧？现在到菜已经做好了啊，这个非常的好吃又又快啊。下次见。啊，准备清蒸，因为这个鱼呢，比较大一点，所以一鱼三吃了，等于是，干煎清蒸，底下放点姜，为什么呢？让那个蒸汽啊，把这鱼垫起来，让蒸汽可以呢，把它蒸透，所以垫一点姜，姜呢本身就是，因为现在是冠心病，这个肺炎嘛，蒸的时候哈，只要7分钟就好了。完了以后呢，撒把葱花，热油往上一浇，蒸鱼酱油往上一浇，非常的好吃。